还有谢局长，张福阳议员、郑文武议员、何秋峰议员，以及还有很多我们在座的老师、家长、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市长，我刚刚跟朱校长在聊天啊，那就想起说，树德家长其实是高雄我们历史非常悠久的学校啊。因为我念高中的时候是最喜欢树德女中啊，那个时候全部都是女校啊。树德家商啊，是高雄市非常重要的资产啊，因为作为英才培育了很多在各行各业表现非常亮丽的同学啊，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每个人啊，其实都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专长啊，也有不同的特点啊。那但是呢，也因为这样，所以每个人的起跑点都不一样。那但是，怎么样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能够凸显自己的特点跟优点，能够贡献所学啊，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啊。那我想作为我们树德家商。很多的我们的师长啊，其实在这几年，我相信各位同学都能够从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学校感受到说，其实我们老师对同学的一个照顾。那从毕业开始之后呢，就展翅高飞啊，那梦想有多高啊，那理想就有多高。所以未来放翅单飞的时候，那我想这个空间当然就会更不一样。人生不会每天都在过年，一定会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失败，它都会每天不断的在考验你。当你被这些困难挫折击倒的时候，要想办法说怎么样面对这些挫折困难的时候，被打败也好，打趴也好，都要想办法站起来。所以在学校三年只是其中的一小段人生的经验啊。我从小学到中学、大学啊，我都从来没有领过市长奖啊。那所以我常常碰到很多人说，今天发一个红包也是市长奖啊。所以没有领市长奖的啊，其实大家不要气馁啊，市长跟你们一样啊。那第二个呢？我也不是每次都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啊，我常常也会跌倒啊，只要是人一定会跌倒，就会吃土，就会吃冰啊。那我市长也落选过啊，对不对啊？很惨啊，对不对啊？三月哦，走不出门啦、啊，对不对？也会觉得哦，这天我就便宜了哦，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哦，但是呢，也要非常谢谢很多人的鼓励啊、当然最重要要爬起来那个其实是最困难的啊、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怎么样啊、你就想到说市长今天讲的这一段话啊、你看我落选的时候走出去，每个人都认识我啊，这个落选的来了哦，什么的啊。但是我只要落选树德就不会邀请我来支持了哈、开玩笑啊。那我常常很喜欢跟人分享我的经验啊，那因为我希望说能够作为一个让这些碰到挫折碰到失败的人有一个比较的参考。是我们大学端、国中端以及我树德端的师长，我们的业界代表，我们的社区的所谓的贤达，我们所有其他的各位嘉宾、各位同学，大家平安早安。校长好。今天真的是 surprise， 重量级的巨星，重量级的人物，像一阵风一样扫进来，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温馨。你们都没有人知道，只有我们行政团队知道。
因为市府一直在讲师长要到一个地方，担心今天是很多各级学校都在毕业典礼，担心引发其他学校的嫉妒，为什么偏素德，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守密，但是我们做足了功课来迎接来恭候我们的市长、议长、局长、议员来经营我们的会场。上午场的毕业典礼是非常的不一样，我相信你们也是终身难忘，尤其亲自接受市长颁奖的同学，你们大概想不到原来是因为市长要来，所以才会每一个都上台领奖，下午场的就没有哦，下午场的市长没有来，这样理解吗？啊，所以今天市长所以会来，是因为我们在六月六号要代表高雄市到美国波特兰姐妹市去参访，我们去做访问有三个任务要达成，一个就是参加玫瑰花节的游行，这个是波特兰市他们的历年的传统文化，玫瑰花节的游行。第二个任务是龙舟竞赛，这个龙舟竞赛还是我们树德家商带过去，传扬高雄市的赛龙舟的文化。第三个任务就是高雄之夜民俗才艺的表演，昨天刚刚做完公演的活动。所以市长今天来，他是第一个来参加我们的波特兰的授旗活动，之后紧接着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真的是所谓的一举数得，对不对？我们的 slogan 好不好啊？好，刚刚校长已经简单介绍今天的重量级的巨星为什么会莅临我们的毕业典礼，一举数得的原因。那现在校长要说说我内心话了。三年前在这个地方，我们欢迎各位成为树德新鲜人。在新生训练的宣誓词中，我们宣告要关爱自己，锻炼身体，要孝顺父母，听取教诲，要尊敬师长，专注学习，要友爱同学，共勉奋进，要遵守校规，端正有为，要报效国家，要热爱乡土。这些誓言不会因为你的毕业而消失无效，这些誓言其实就是你一辈子的功课。你必须要关爱自己，要关心家人，要尊重别人，我们更要不断的学习，认真做事，勇敢面对。我们在台湾在这个季节里常常看到一种花木叫做凤凰木，五六月的凤凰木满树红花绿叶，呈现蓬勃的生机。凤凰木的叶子就像天飞的羽毛，仿佛在展现生命重如泰山，轻如鸿毛，具有当为与不当为的智慧。凤凰花瓣像蝴蝶的翅膀，似乎在诉说生命要展翅高飞，要不断的求进步。凤凰花鲜红或橙黄色的花蕾，好像是在告诉我们，生命要勇于接受挑战，需要更多的活力跟勇气，要活得精彩。所以凤凰花是一种离情依依又秀出一股
热情奔放。我相信凤凰木他最想说的应该是祝福我们的毕业生展翅高飞，不断学习，不断的进步。校长在这个地方也要告诉各位，恭喜各位要毕业了，祝福大家鹏程万里，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学习，活得精彩。也祝福我所有的现场的嘉宾，祝福你们，我们的师长也是一样，祝福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你的莅临指导，感谢给我们很大的喜悦，谢谢。掌声谢谢校长的勉励与祝福。与第一名三年三组陈泰琪，三年五组陈怡君，三年六组龚佳莹，三年七组吴凯威，三年八组蔡思琪，三年九组曾怡珍，三年十组蔡凯如，三年十一组黄艺玲，三年十二组王静纯，三年十八组陈艺轩，三年十九组陈姿瑜，三年二十组萧芷玲，三年二十一组于凯柔，三年二十二组卢慧霞，三年二十三组王家凤，三年二十五组李碧峰，三年二十六组苏佩仪，三年三十七组林巧柔，三年三十八组谢美英，三年四十一组陈慧玲，三年四十二组严佳佳。我们邀请市长为我们颁奖。
加冕他们勇于突破困境、热爱生命的精神。我们邀请师长和获奖学生合影，让我们留下美好的一刻。